今天教你们，如果遇到断品，我们有时候放在那边，你像我都没有拿的原因，是因为不是很好的酒。那如果是好的酒呢？它那个软木塞放久了，它会有软木塞的木质香，那个酒会变掉。那我教你们哦，用这个方式，拿一个袋子哦，这样给它好卷一下，穿下去就好了，一直穿。最好是能给它穿到一半呐、啊，为什么哦？让你们看就知道了。哦，穿再穿哦，你看我是不是穿到一半了？一半之后呢，先打开啦。记得再来一个动作，把它倒过来。为什么要倒过来？要让软木塞接近到这里，然后这个作用是干什么？我们再吹气，把它膨胀起来。来，以前嘛是不是吹气的时候会卡掉？来哦，看好，来，软木塞出来了，这个就是把软木塞 ，OK， 拜拜。